由于 Silvergate 银行是苏制银行项目的收款银行，现在这个银行倒闭了，不少战友询问会给这个银行的款项如何处理。请听德农制作的七哥语音。 A 十项目的兄弟姐妹们，今天这是个世界的大日子，共产党在结束了两会的同时的六个小时啊，有计划的啊，开始对西方的各种金融机构、大的金融集团啊，马上开始抛物业啊，索回所有投资的钱，导致了国际级的屋倒啊，银塌，也就是咱说的房倒银塌啊，房倒银塌就是世界最大的房地产的了这个公司，房子的主人叫布拉克斯顿啊，布拉克斯顿是啥嘞？这叫做虚闷啊，就是要遣返七哥的虚闷啊，黑石上万亿美元资产，据说呀以超级低的价格在到处来卖他们所控制的最佳资产，特别是中共国全部拒绝啊。然后这个黑石这个房塌，世界级的是房倒银塌，就是这家银行啊，全世界的啊Silvergate 这是最多的数字银行，而且共产党的货币还有一些什么 USDT 啊 USDC 很多钱都在这家银行，它这个骤跌了800亿美元的意义那是大了去了啊。这个黑石影响的房地产市场是几万亿美元的，这个数字银行这也是上万亿美元的啊。但是高兴的事情，天助我们新中国联邦战友们，你们的钱本来都在这儿放着呢啊，特别是投数字银行的钱和所有的战友的啊投了买币的钱。但是啊，共产党啊攻击我们的时候，据我所知这钱都是被政府监管状态，所以我们是唯一一个投数字银行的钱，在 Silvergate 这些银行的你们的钱，就是投数字银行的钱和你们在洗联储的 HDO 和数字100%安全。高兴吧，感谢万佛万神吧，这就是新中国联邦的魅力，天下唯一躲过这场金融灾难的就是你们这些伟大的可爱的相信了七哥和爆料革命的战友们，躲过疫苗，躲过世界金融灾难，而且咱是100%安全。咋弄嘞？咋弄嘞？咋弄嘞？现在我准备是马上脱裤子脱衣服啊，要泡个澡，然后我要沐浴更新衣，打坐念经啊，感谢万福万神。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双休一下。哎呀，在风水上讲，这钱这叫大吉利钱。为啥过年发红包啊，是吧？发的红包就是有个继续，是吧？图个彩头啊，都是好钱，高兴的钱，是吧？这才叫红包哇，这叫吉祥的钱。哎呀，不叫断头钱，这都是吉祥的钱。你看人类上有好多宝藏，好多笔钱，就是到哪个国王哪个国王死啊，到哪个国王家族用哪个国王完蛋，还有些钱转来转去转哪哪倒霉，是吧？你看咱们这些钱，哇塞，到哪都是逢凶啊，化成个逢凶成祥啊，遇难成祥啊，逢凶化吉，哇塞，这了不得啊，真是你不信不行，这钱太有力量了，太干净了。哎呀，感触太多了，有太多背后的故事了，几人能懂啊，兄弟姐妹们，几人能懂啊。哎呀，有时候沧海一声笑，滔滔灭共巢，四海英雄聚今朝，苍天笑，烟雨遥，啊，兴奋的。